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又到那个易经纵横的时间。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论的题目是非常特别的，就是生经翻译者葬身食人族的杜甫，很特别的题目吧。那在讲这个题目以前呢，我先提到一个南太平洋的海岛国家，就是瓦努亚图。假如观众你是来自香港的，应该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一个国家。因为几年前呢，香港的电视台呢，那个广告呢，非常吸引那个观众的，就是要人，就是香港人呢，移民到那个瓦努亚图，说这个海岛国家是怎么样好，怎么样好。那究竟瓦努亚图是一个怎么样的岛国呢？我有这个机会，多年前呢，到当地负责圣经的翻译工作，每一年都需要去两次三次，所以呢对这个国家有认识。那瓦努亚图这个海岛呢的国家呢，跟我曾经谈到的那个斐济那个岛国呢，离开不远，但是没有斐济这么大。这个海岛呢，人口呢大概只有20多万，可能30万，但是不到吧。我想那20多万人口是其实真的很少啊。但是呢海岛不少，而且是有一些火山在那个群岛里面的，所以也有那个地震。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那个首都那个维拉首那个市，我在旅馆里面，有一天的早上呢，早晨的时候呢，我给地震呢震醒了啊。当然那一次地震也不算是很厉害啊。假如你要移民那个国家，其实也不错的，因为瓦努亚图呢是一个没有入息税的那个国家，而且好像也没有那个利得税的。所以呢受那个移民的欢迎的啊，去呢也那个税项税收呢很低。但是呢要考虑到有几方面，这仍然还是一个热带的气候的海岛国家。当然风景非常美丽啦啊，都有很多的那个珊瑚礁岛，或者是一些火山形成的高的海岛，而且呢有一些大的岛呢气候不错，养那些牛啊，出产那些牛奶啊跟那个牛肉啊都是出口的，那个收入不错，在这一方面那个农产方面啊。那但是呢我刚才提到呢是一个热带气候的国家，所以呢哪里有那个疟疾病，也有登革热，所以呢你假如要移民哪里呢，要先考虑到这几个因素啦这方面。另外最近呢可能是今年初吧，今年中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飓风，造成很大的破坏啊。听说目前那个维拉市的首都呢还在复原当中。所以呢假如要移民哪里呢，也要考虑到这几方面。虽然呢哪里呢没有那个入息的那个税项，就是不需要纳那个入息税。那谈到那个瓦努亚图呢，你知道瓦努亚图呢那国家的名称叫瓦努亚图，英文叫做 Vanuatu。原来呢 Vanua 当地的语言就是指那个土地，也就是等于国家呢哈。Vanua 土地地国家，那最后那个 Tu 那个音折呢Tu 本来是指起立站立的意思的，那一个站立的那个地图就是一说就是一个独立
独立的国家，所以瓦努亚图呢意思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呢？当地的语言特别多。那我刚才说人口不到30万，二十几万左右吧。但是你知道吗？那里的语言的那语种有多少啊？语言学家估计起码有110多个。我的那个资料说有114个了，这个要看你怎么样算了。有一些语言可能是把它看成说两个方言，只是一个语种。但是呢，起码有110多个语种，这么多的那个小小的海岛国家，但是人口只有20多万嘛，所以你说平均一个语种讲这个语种的人的人口呢，平均来说只有2000多，所以呢，你要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的话呢，要面对很大的挑战了。那当然主要我们要先把一个圣经的经文呢翻译成当地比较一些大的语种，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共用语叫做海参语，英文叫做 Bislama。那我就把它翻译成那个海参语了，因为呢当地以前盛产那个海参，澳大利亚的一些人呢去哪里呢采那些海参呢，然后呢转运到卖到给那个以前的那个清朝的时候的中国。那那 Bislama 的意思就是指这个海产哈，所以我就把那个语言翻译做那个海参语。但是海参语呢就是当地现在通用的语言的全国的那个岛民土著呢基本上可以听得懂，起码听得懂，甚至呢可以说了。现在已经变成第二第三代的那个土著呢已经以这个海参语作为他们的母语，所以呢已经成为一个国语。所以呢圣经我们首先呢把它翻译成这个海参语，然后其他一些比较少人说的呢，但是也不是最少人说的那些语言呢，我们也正在进行圣经的翻译。那今天呢我还想就是好像还没有回转到我刚才开始的提出的那个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说圣经翻译者葬身那个食人族的杜甫。我现在要讲的这一位很不幸运的那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威廉斯。那这一位是来自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呢19世纪的初的时候已经去到南太平洋。他首先到达的地方是今天的法属的波利尼西亚，就是大溪地。他先在哪里呢宣教。前后大概有10多年，也有8年9年吧。然后他就转到附近的另外一个群岛叫做库克群岛。那这个库克群岛后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法属的波利尼西亚现在还是属于法国的。旁边的那个库克群岛呢因为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是跟新西兰是一个就是托管地呢，主要是讲英文。然后那个威廉斯的一个宣教士呢，他从那个大溪地转到库克群岛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学习当地的库克群岛的毛里人的他们的毛里语。他很快就学懂这个毛里那个语言之后呢，他就率先把新约圣经的经文翻译成库克群岛的毛里语。所以呢他是成为就是库克群岛毛里语圣经的第一位那个圣经的翻译者。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富有经验的那个宣教士，甚至说他是那个南太平洋的基督新教宣教历史的一个前驱。那但是呢，有一次呢，那个威廉四牧师，他就跟一位比他年轻一点的，就是没有好像他经验这么多丰富的一位宣教士，他们呢就去到我刚才不是花很多时间提到的这个群岛瓦努亚图。其实呢，那个时候他们乘船去那个瓦努亚图，那个时候呢，瓦努亚图不是这个名称，那个群岛叫那个新赫布里底群岛。那因为赫布里底呢是苏格兰以北的一些群岛，所以呢，当英国人去到哪里呢，就把这个群岛呢称为新赫布里底群岛。那赫布里底群岛呢，在独立以前成为那个瓦努亚图呢，其实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殖民地。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殖民地不是单独给英国人统治，而是英国人跟法国人一起共治的殖民地。我想这个是在世界上呢是可能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殖民地呢哈。所以在独立以前呢，他独立大概是1979到1980年嘛，独立的时候也是不顺利的。但是在独立以前呢，英国人跟法国人同时管制这个群岛。所以当时呢，这个群岛呢他们有两种的语言，有两种不一样的学校，有一个是用英语教课的，有一个是用法语教课的，也有两种不一样的邮票，两种钱币，两队警察，两队公安，所以呢，到了后来呢，他们独立以后呢，目前呢，我刚才不是提到他们现在的国语是海参语嘛，但是也是双语，就他们的那个行政啊，政府里面啊，或者是学校里面呢，你要念比较高一点的学位的一些中学的时候呢，你需要同时呢学那个英语跟那个法语。当然呢，海参语呢现在也开始受到重视了。所以呢，这个新赫布里底那个群岛呢，在那独立以前呢，是很特别的一个殖民地。那再回来谈到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不幸的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南太平洋的宣教士，这一位约翰威廉四牧师，他是在1839年的时候就和一位比他年轻的另外一个宣教士，他们乘船从当然是从库克群岛去到那个东加萨摩亚，然后去到斐济，然后再从斐济往西走，向着那个新赫布里底群岛，就是今天的瓦努亚图呢进发。他们去其实不是要到当地马上要安顿下来向当地的岛民宣教，不是，他们只是去征探，就是要考察一番，看看当地的情况如何，然后可能要再回到他们本来的地方，我们叫missionary station，然后再计划怎么样再派一些其他的宣教士去到那个新的那个宣教的那个工厂。但是呢非常的不幸，
那一次呢，他们去到这个新赫布里底群岛呢，其中一个在南部的叫做艾若曼告的那个海岛，这个海岛现在我用英文叫呢叫做 Eromanga 海岛，就发生了一桩令人那个惊骇的事，就是那个约翰威廉斯和他的那个年轻的那个同工呢遇害。他们本来我想他们可能下船登岸，可能主要是要取一些淡水，他们需要湿水嘛，要船上要用水嘛，他们可能要找一些水跟食物，就是很不幸的，他们就在那个沙滩上呢，给一大就是整个村落的一些土著呢，当地的岛民呢，就把他们两人杀害。那杀害之后，不单单这样子，而且把他们烹煮了以后呢，吃掉。这个有记录下来，因为有其他的一些人在船上没有登岸呢，他们有见证这些事情。那当然其他的人在船上呢，他们就很伤心的离开这个艾若曼高岛。遇害的那个海岛我已经提到他的名字，但是那个遇害那个海滩那个沙滩呢是一个海湾，那个海湾后来呢叫做迪隆斯海湾，Dillon's Bay, Dillon's Bay。在那个海湾呢多年以来有一个纪念碑一个 memorial monument, 就特别纪念这个怎么著名的南太平洋宣教的前驱的约翰威廉四的他宣教的地方纪念他和他的同工。威廉斯死的时候呢也算是年轻了，他四十几岁吧，因为他也就是说他大概刚刚二十岁就千里迢迢的来到南太平洋去做宣教士，前后有大概20年左右吧。他死了以后呢过了很多年了，那最近呢发生了一些，也不是发生了，就是有一些事情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就是在这个海岛，就是在这个海湾，我刚才说是艾若曼高海岛的那个叫迪隆斯的海湾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一个仪式，就是在1009年当地的岛民呢也是觉得他们的祖先把一个本来是存心是很好的很善意的要来到要向他们宣教的那个英国来的宣教士呢，两人呢双双杀害他们，不单单如此，而且把他们吃掉了。那些岛民，尤其是那个海湾，迪隆斯海湾的村民呢，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上帝的那个诅咒，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的村民呢，有很多灾害，很多疾病，觉得这个是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要举行一个很隆重的忏悔的典礼，所以就在2009年呢，他们特别邀请从英国来的，就是那个威廉斯的他的后人，出席当地的那个土人举行这个忏悔的典礼。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当天宣布要把迪隆斯海湾改名称为
威廉斯海湾，就是要纪念这个在那里，为了宣教不幸殉命的这个南太平洋的那个宣教的历史的一个很著名的那个，也是一个圣经翻译者的这一位牧师的那个历史。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典故呢？你说到是一个宣教士给那个还是野蛮没有开化的那些土著吃掉了。特点就是这一位牧师呢是一位圣经翻译者，他牺牲他的生命。所以呢有很多宣教士，包括那一些从事翻译圣经的，因为开始100多200年前到远方宣教的宣教士，他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也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那这个约翰威廉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你们手上那一本圣经呢，你们应该要重视珍爱，得到这一本圣经。我们那个中文那个翻译的圣经呢，现在有中文那个修订版的那个，我们应该要重视我们手上的圣经。那现在我有一些短片给各位观众看一看啊，其实不是短片，也是只是照片而已呢。我希望我有一些短片以后再给你们看啊，但是短片也只是在博物馆拍，可以拍到一些有关这个约翰威廉斯的那些他的遗物了。我只是要到英国去找，到他的家乡去找一些有趣的，也许可以拍一些短片给观众看。但是我起码有两个照片要给你们看的。那第一个照片就是这个威廉斯的他的那个画像。这个照片呢应该是他给一个英国的画家，他坐在哪里给那个画家替他画的。我起码我们看可以看到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可以看得出呢，他是是一个很勤力工作工作态度很严谨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呢他呢在南太平洋呢，他的可以说是丰功伟绩吧。他留下来的那个翻译的，而且记录他怎么样花很多年的时间在大溪地建立了不同的海岛呢，建立那些宣教的站，我们叫 missionary stations 啊，他需要到不同的海岛呢，建立那些宣教站啊 ，missionary stations， 然后呢，也接受那个挑战，去到那库克群岛，也学习库克群岛的毛利语，然后呢，把新约圣经翻译成那个毛利语。当然，他死了以后呢，要另外找一位那个宣教士懂得那个毛利语呢，继续把旧约的部分翻译成今天当然现在呢，我们今天呢有那个库克群岛毛利语圣经的新旧约全书旧约的部分就不是约翰威廉斯牧师所翻译的，是另外一位，但是新约的是他翻译的。然后第二张照片给你们看呢也许你们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画家可能是幻想当中呢，就把他遇害的那一刻那个情景呢，那个景况呢，让你们看。你看有这么多的那个土著那些岛民呢，他们手上拿着那个棍，那个棒，那个棍好像一个锤的样子的，要向着那个威廉斯呢
敲，他一下子呢就被他们杀掉了，死在那个海滩上。所以呢，整个海湾，你看还有远远的背景，还有其他的一大群的那个土著呢，要对付那些登岸要寻找食水跟那个食物的那些宣教士呢，要把他们杀掉。这个图片呢，虽然是可以说是那个画家他幻想，但是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呢，我今天讲到这里呢，那个忏悔的典礼就在2009年举行了。他们也邀请那个英国的那个广播公司 BBC 呢，拍一些记者跟一些摄影师出席，也拍摄了记录下来。当地的就是瓦努亚图的政府呢，也非常的那个郑重举行这个典礼。那个迪隆斯的海湾的那些村民呢，他们觉得呢，举行这个忏悔的典礼之后呢，才可以真正得到上帝的那个饶恕他们祖先所犯下这么严重的那个过犯，也让他们呢，以后可以心安理得的而且觉得他们可以向他们的后代呢有一种的交代。好，我看时间差不多到了，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这一集的那个易经纵横的节目。那下一回呢，我还有更精彩的那个题材跟各位观众分享聊天吧，那就非常谢谢你们的收看。好，下一次再见。